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星期五夜校园新闻。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Emily。我系 Leo。Emily， 你记得我哋系咩社啊？官社。啱啦。咁问下你啊，你知唔知今年小五系咩社啊？今年啊，音社咯。不如我哋睇下今日嘅 PPT 咧。好啊，去片。社嘅成立典礼，正如郑先。王社長都跟大家講，恩社的恩字呢，其實是有恩賜、恩情和感恩這樣的意思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又到啦！真係謝大家，又係時候話拜拜啦，拜拜。